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Girlfriend everywhere. 接下来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掌声欢迎我们四位非常帅气的少年。我们先从这个新朋友来开始给大家打招呼。我们来自韩国的非常优秀的演员池昌旭。大家好。我是池昌旭，我爱你们。欢迎，我是第一次在中国来做节目。对，下面一位呢是刚刚在这个左耳当中有亮眼的表现，也完成了《花儿与少年》第二季的我们的杨洋，欢迎杨洋。大家好，我是杨洋。下面这一位呢，腿长的有点过分了。真的，但是腿长都盖不过他的扣子多。在这个《花儿与少年》第一集当中，我们非常优秀的这个导游，同时呢，现在这个少年四大名捕在湖南台也是播得非常之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张翰。大家好，我是张翰啊，领导发言。对，第一季导游，而且确实是在第一季当中，大家是慢慢的看到他，他很真性情，所以慢慢看到他，原来张翰是这样的一个人。对，那么我们《花儿与少年》的第二季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之前呢，在这个《相爱穿梭千年》，哇，那就是迷倒万千的观众，而且马上他的新的电影《捉妖记》要跟大家见面了啊！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景宝景柏然。大家好，我是景柏然。好。我们这个接下来呢，因为有这么好的这个旅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热身的游戏了，叫做我最大牌。来，请做准备。好，我最大牌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大家都知道非常简单，当我们报的数字和身上的扑克牌的数字是一样的时候，就会要大家得到这个指令往上面抢，十秒之后哪一队在台子上人多哪一队就赢。为了这个呢，小池同学专门学了中文的从一到十，他会来报，我们请他来这个展示一下啊，一到一二三四，来 try 一二三四，来一二三四啊，后面呢？是这个，从这个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首先我们红队跟蓝队要进行洗牌，我们的位置要打散啊，来开始洗牌。来，各位手都放好啊，左手放在这个压住，来准备啊，从我开始，一什么鬼？景柏然疯了！每个人说一个，在过程当中对你最凶狠的人。好，啊，维嘉说，景柏然见人就咬。谢娜疯了。我们这边的得力干将景柏然，我跟你说，
我还想说一下，我整个环节我都非常的顺利啊。因为我一般就是坐在这儿非常的稳，一边这边推着吴昕。什么东西啊？我说一个，张翰，翰哥一直黏着我，我们俩一直在厮打。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在台子上人比较多，来，请看。红队必胜。哎，所以我们算是三个嘛，对不对？我看一下你们，你看张翰是肯定在的，维嘉没在上面吧？我在，要不然我怎么，我个子这么矮，不可能露出头的。你在后面站着。因为他腿的这个，红队赢，红队赢，三比二，红队赢。红队赢。好，没事，我们这才第一把哈，来，接下来继续来。你要加油。好，来，开始洗牌。我不爱正经班人。加油。金宝还要的。You here? 好，停。好，来，从汉哥先开始。一。三、四、五、六，来来来来，杰哥杰哥，上上上上，七、六、五、四、三、二、一、一。这是马栏山新来的一种物种，叫做南美龟。你 OK 吗？来，所有的人最后摔下来，成就了小池队。但是我现在很好奇，就是我们的那个摄影师。按下去的那一秒到底是我们跌下去的瞬间还是我们已经跌下去，所以呢我问一下小池，你觉得等一下会不会是只有你在画面里面？对，肯定是吗？来，我们看一下最后那一秒到底发生了什么，来，请看。哇，没有小池耶。来，汉哥的脸和景宝的裤子在全部就合二为一。好，再看一下娜娜的那个脸。娜娜，你知道有一个那个小女孩唱那个什么乌里巴巴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跟那个小姑娘。好，来，我们数数人，我们数数人啊。好，红队又是三个人啊。哎，现在2-0。哎，我觉得摄影师有点偏袒你们那一队。我们是靠实力的。对，我们这一队没有娜娜，我们这一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队员，就是井柏然，他没有一次成功了，站在上面，但是他在底下起了极大的破坏。我想说一下，我刚好冲上去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这样盘旋，然后这样，来，杰哥杰哥，然后我就想这个人好讨厌，这个姿势我要把他推下去。我一看是杨洋，而且是我队的。汉哥，这次我希望看到你在上面哈，你每一次都是属于在旁边做保护的。汉哥，你要加油，来，加油了。玩到现在还有人没撕过一张，一次都没有撕过，来，星星一张牌都没撕过。来，洗牌，你到第一个。好，停。我凭什么？我站都没资格站到这儿了，你疯了吧，井柏然？那才是不让上的，我没说不让到这儿。好了，什么事情？他都不让我站到这一队了。不是，不是，他见到人就推，我就一直过来，一直推我。张翰，给小池解释一下整个情况，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主持人在撒泼。对。OK OK， 来，我们准备了，开始。一、二、三、哦。不对。你看是不是神经病？三、四、五。哎呀呀呀，七。
是什么呢？十啊。十啊。一、二、三，准备啊！四。李维嘉有话要说，我只有三个字：拼搏呀。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到底是哪一队赢呢？来看一下最后的这张照片。我看你，欣欣，你是飘在空中的吗？我比刚才杨洋好。何老师，你也是。哎，你也是拼了！哎，娜娜，何老师沾上点胡子，特别像鳌拜。我们看一个垫底的朋友，完全没有脸。哎，这个兰花指是怎么回事？汉哥，那是谁的手？那个、是汉哥耍了个兰花指在照镜子吧？杨洋，杨，你们两个勾着手是几个意思？好的，那么这个。这个欣欣如果算的话，欣欣算不了，是平局，二算起来就算我们赢，好吧？对，好，好，热身一下啊！好，来，谢谢，好，好的。旅行当中有些时候是需要花力气的，特别是比如说像《花儿与少年》当中这个姐姐们的行李啊，是不是？像导游肯定是要帮忙的。论旅行是一件力气活，旅行中力气大的男生更受花儿团的姐姐们青睐，因为他们都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搬行李。第一季导游代表张翰，外貌指数5颗星，力量指数4颗星。纤瘦的他在第一季花少当中担任导游，所有的搬行李重任翰哥一人承担。我搬，我搬，别看我瘦，我有肌肉。第二季少年代表杨洋、井柏然，帅气指数5颗星，力气指数5颗星。担任第二季花少的少年绝对是件苦差事。搬行李这个力气活是他们每天不断重复的一件事。哎呀，夫人，小景啊，你要是我儿子，我心疼死了。今日，两季少年集结大本营现场，与韩国力量者池昌旭进行一场男人的力量之争——扳手腕，究竟谁输谁赢？我们现场较量。这样，这样的啊。第二季花少的两位少年是一对，然后我们的第一季的张翰还有我们小石同学是一对，你们先派谁？先派谁出来？弱的先，杨洋吧，还是？没有啦，哥哥先吧，哥哥先。好，景宝先上，景宝对谁？哇！因为他好猛的，对 ，you can。来吧，我们不要那么刻意了。我知道大家喜欢看那个，但是都已经这样了，你就。那你来，你来，不是 okay, 你来。古代有这种说法，谁赢了就可以谁抱的美人归。不是我，我就是那个美人。对。娜姐是吗？对，是吧？让给你了。谢谢汉哥，就是第一季的花少和第二季的花少两位好导游，来掰个手腕好不好？来，准备啊！你喜欢哪只手？你喜欢哪只手？喜欢你这只手。好，两位，准备啊！三、二、一，开始。真的没有怎么使劲儿、啊，让我，他真的很有劲儿、啊。对，好，下面我们小吃，小吃没来，我们小吃，小吃我们就刚才那一下就输了。我一路到这个七秒了，推荐了我就。那如果我连我也输了怎么办？可以的，都可以 ，OK。哥，手下留情。他又开始撒娇了，你怎么管谁都叫哥呢？你哥刚刚在这掰手腕，你去哪儿换衣服去了？
你哥刚才可需要你了。就我哥了。哪个哥？好，到底谁是你哥？你们怎么真的这么有趣啊？好，杨洋，那个先给那个小池来一个下马威，最厉害的动作，表示你很有力气。好棒。好，两位来，请就位。好，来，杨洋。好，来，准备，三，哇，已经开始时间了，二，一，开始。Oh no！ 加急！杨洋脸都白了！杨洋！快把镜子拿过来，给他照照。他最需要一面镜子。好，杨洋现在脸色惨白。现在一比一，小池来。不是，其实我是不服的啊？为什么呢？我不服啊，因为我觉得我有个专长啊，旭哥绝对不能做。什么专长？旭哥，昌旭哥，昌旭哥，昌哥，昌哥，哥。又多了一个哥。又多了一个哥呀！哎、你们看一下，又多了一个哥。我觉得做你的歌真的很没有安全感。好，来，我们看一下你的特技是什么。来来来，板大姐给割了。我长这么大，没人拿板凳扔我呢。不许欺负我弟啊，姐，姐，不许欺负我姐啊。好，来看一下杨洋的特技是什么。来。下来，再下来！哇哇哇哇哇！好像，哎呦，小心！我的脸更白了。小池怎么样？有没有把你？아니너무물구나무너무잘하는데사실멋있지는않는就是我看他倒立做的挺好的，但是就那样。不够帅啊！근데어好棒，但是很棒。旭哥说很棒。그러면제가한번오他挑战别的，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他挑战什么？啊，저도좀비슷한건데요그냥한번해볼게요我的也差不多，看了就知道了。哥，好，池昌旭，你怎么说？还有吗？英雄，认了，认了，英雄，多么帅！真的是太帅了，就服了的意思啊，服了的意思。其实，哥的那个动作比我这个难度要大。你真的很多哥哎，我觉得结束在我弟这儿挺好的，就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好吗？对。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下面这个叫做最佳旅伴选择，好不好？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来，有人说旅行重要的不是风景，而是旅伴。好的旅伴总能让旅途增色不少。
时刻美丽的旅伴总能让你倍儿有面。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旅伴，你就只能呵呵了。6162，我们花了67.33元。当你准备享受美美的自拍时，当你身处异国他乡时，I reservation your house. The date is wrong. The right date is the April 5. 你要不要我帮你说？今天大本营专门为爱旅游的花样美少年们准备了4款神秘女伴，根据题板上对女伴的描述，少年们要选出他们最心仪的旅途同行者。究竟谁是少年们的心头爱，谁又会惨遭嫌弃呢？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好了，大家都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去旅行啊？景宝，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去旅行？不墨迹，干净的。不墨迹，干净的，好，就是注意卫生的，是不是？杨洋，你呢？不邋遢，行动方便。行动方便？你指行动不便是指？就是身体憔悴。憔悴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体力不行，就比如说容易晕车。第一次知道体力不支，还有一个说法叫身体憔悴。啊，汉哥，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去旅行？第一是家人，第二是友情，大概在10年以上吧。就这么久才可以去旅行？因为我觉得首先旅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珍贵，然后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对，所以说我不想浪费这样的一次旅行，所以我跟我一起旅行的所有的好朋友都是我10年以上友情的。9年半的可以吗？也可以。好，小池同学，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去旅行？네저도사실은비슷한데요일단은제가낯을좀많이가려서편안했으면좋겠어요那小池，你在旅行当中最不喜欢做什么事情？그리고사실그막쇼핑하러계속돌아다니는것도별로안좋아不喜欢逛景点和逛街，然后不喜欢买东西。不喜欢买东西。不喜欢买东西，不喜欢逛景点。那你旅行就是在家看漫画就是。사실호텔에제일많이있는것같아요最多的时间待在酒店里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看漫画。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一次我们的4位神秘的旅伴，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位，他的第一印象是个标准的美女。第二位脸上有斑，身材一般。第三位少女心。第四位文艺青年，颜值与年龄不符。啊，这是他们的第一印象。好，4位做出选择之后，告诉我们为什么。好，来，金宝。这样写，谁会选第二个呢？请问？不好意思，只能标准的。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投一票，还是说有可能？每个人都必须投，但是可以不用介意，可以跟别人选一样的。对，好，杨洋来。是我弟。来，那汉哥。好，小池。啊，问一下为什么？景宝，你这个选择会不会太正常了？太没有，因为我觉得一起出去的话，那作为一个男的，我觉得虚荣心很重，他肯定还是外貌协会，希望有面儿可以带出去。汉哥选的是少女心，为什么？对我来说啊，长相不重要，主要是要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可以带给旅行给小伙伴们带来一些开心的事情。那我很喜欢长个2岁，还是懂得事更多。我很喜欢比较纯真，然后就是，但是懂事又很小女孩的这样。啊，就会跟大家带来快乐的那种。是的，有很多广场舞。小池为什么是选了第四个？일단은만화책을같이읽을수있을것같아요好，下面买单的习惯来看一下。第一位
是一个标准的美女，但是她会想办法逃单。第二位脸上有斑，身材一般，但是她会选择 AA 制。第三位有少女心的朋友，会抢着买。第四位，我真的觉得第二位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个环节？第二个这么不好相处。第二个如果这样的话，干嘛要在这里参与评选？对啊，脸上有斑，他还要 AA 制。好，第四一位，哦，轮着买。啊，你买一次，我买一次，这样。Okay, 好，来，四位男生请选择。跑票了。抢着买，跑票了啊，抢着买。很现实。好，杨洋，非常现实。杨洋。你们怎么样啊？人家标准的美女，家境很不好，但是想去旅游，人家只是躲一下单，你们何必这样呢？长得好看不买单可以了，我觉得。来，汉哥要换吗？首先，我不介意去想办法躲单，但是我又不能接受跟我一起旅行的人，哎，女生去买单啊。是这样，这两个你都不行，这些都不行，都不行，就对，我不允许女生买单，那他也不允许女生买单，抢着买呀，不允许女生买单。好 ，OK， 所以你至少就是这些都不是你的选项，所以你就先不动，是这意思吗？好，小智同学，你呢？还是在第四。好，我们问一下，首先问一下，警宝非常果断的从这个标准的美女到抢着买单。首先要说一点，我是绝对不允许女生买单的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想办法躲单 ，AA 制我也觉得很恶心，因为比较喜欢淘气的。什么都被你那个什么占着了。他又要买单，然后你又那个什么？没有，我觉得他只要抢一下，他只要抢一下有一个动势，就有个动势。动势。对，别再。只要有动势啊。他只要。动势吧。是，就别干瞪眼就可以。动势，这就是躲单的方式，一个动势。然后你说好，我买，就是动势，这么简单呢。好，那问一下杨洋，为什么你会喜欢 AA 制的？我觉得脸上有斑，身材一般，这种类型出去的话，肯定是干实事儿的。比如说什么实事儿？扛行李的是吧？对，就比如说会让大家很有安全感，会让我有安全感。我觉得杨洋是在找一个助理，这样他可以帮他干一些旅行人，比如说拿行李啊这些，拍照啊、洗衣服啊什么的。但是最后呢，这个女孩又 AA 制，又不用他来买单。好，所以那我们问一下那个小池好了，轮着买，你居然会喜欢轮着买？다른세계보다는제일좋았던것같아요돌아가면서계산하는거如果这个女生真的是个标准的美女，但是家里很穷，她不得不躲单，为什么不能选择她呢？她家里有多穷啊？那么穷就别出去旅游了。但是她又很想看外面的世界。你那么穷，就到图书馆借点漫画在家看。漫画里面有很精彩的事情。好，现在呢，我们大家的选择已经跟开始有了改变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旅行当中有什么缺点，那也许会踩到你的命门，所以你可能会做最后的调整。第一位是自己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第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第二位是容易犯困，精神涣，脸上又有一斑，身体又一般，他还容易涣散，然后还不出钱。我觉得这一位旅伴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旅行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少女心的这一位，现在选择的人有两位，他也是自由散漫啊，比较自由散漫。再看第四位，他的缺点是精力太旺盛，然后视力又不好。慎重考虑，这一次做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了，我就会把这个旅伴请出来了，好不好？就这个，还是这个啊？哦，这个。对，杨洋你呢？好，待会儿再解释啊。好，那个，看看你呢？我是这个自由散漫吧。你也选自由散漫，好，就不改了啊。好。看看你不觉得第二个很需要关爱吗？
这是这又不是扶植项目，精神那么涣散，就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啊。小池，你知道，就是现在感觉有一个人确实需要关爱，我看看你的选择啊。选择了第三位，也是选择了第三位，人气很旺。你们都是一群什么人呀？娜姐，说实话，你是哪个？我选我就选那个。这很明显，应该第一个就是娜姐。好，他不会那么笨。我们问一下杨洋选第一个的原因，好吧？杨洋，对，他说他自己根本没有缺点，我就想跟他出去旅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挑个刺儿，是吧？揭穿他的真面目，对不对？哎，你是警察吗？好，问一下张翰，那个依然坚持选择了第三位，嗯，但现在我想换一下了。哦，你想换一下？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可以给更多人机会，大家一起旅行的机会啊。我明白了。刚才是一个公益项目，一个慈善的举动。从这个方向上可以看出，汉哥是个好人，心灵很美。我跟你说，汉哥真的是好人，真的。但是汉哥就有一个缺点，他有一个易黑体质。其实人，但是他真的接触这么久，真的很喜欢张翰。易黑是不了解他的人会去黑他。对，但是我觉得人只要跟了解自己的人做朋友，和自己身边的人知道认可他的人品，我觉得就够了。但是你真的要跟眼看一般、身材一般、AA制、容易犯困、精神涣散的人去旅行吗？这人听起来没什么优点，偶尔瞎一下也没关系。啊，来问一下小池好了啊，小池好了，那个选择这个的原因是什么？사실저는네번째가제일좋았는데요에너지가너무왕성하면여행가서사실그받쳐주기가너무힘들것같아요你也是身体憔悴的。小池最不能接受的是视力不好，因为他看到漫画很棒，哇，这好精彩！你看那个说什么？什么呀？哪里？好，没有办法一起阅读，那我们就来揭晓了哈。我觉得先揭晓这个好了，好不好？先揭晓。好，看看没有缺点的。对，因为这个好像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是谁了，好不好？一位标准的美女喜欢想办法躲单，自己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谢娜。没有，我只是有一些综艺效果而已。哪个部分是综艺效果？就标准的美女是综艺效果是吧？这真的很综艺耶。这个是我一般都会抢单，但是都会有一个动势。我不会表现我跟你说，你那个抢单的那个动势就是你想办法躲单的一种。娜娜真的，我跟你说，她抢单，她现在养成一个好习惯，原来是就是真的是躲单，现在都抢。但是我好好奇，她这么小的一个包在里面掏钱包能掏半个小时，那手就跟粘在里面一样。哎呀，我来，你倒是来呀，我来。真是综艺效果。好，综艺效果 OK。好，杨洋，现在揭晓这个是娜娜，你真的想要跟娜娜去旅行吗？想。是吧？明天就出发。我带着你，你带着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我去美世界。坐吧，真的暴，真的好，真的暴露年龄这首歌。好，接下来大部分九零后都怔住了，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你看那关，杨洋，这首歌会火的。杨洋，我感觉到他有一种深深的回忆，真的，别害怕。接下来，小池，你跟我一起出去旅行，你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时间阅读。好，下面我们来看到，接下来进入到本期节目的慈善环节，好吗？娜姐到点儿了，她可能要休息一下。好，等她休息一下。啊，那个，我们准备好《感恩的心》这首歌。好，这一位。容易犯困，精神涣散 ，AA 制，脸上有斑，身材一般的。感恩的
你去吃，我有那么多优点，从这块开始吃咬。我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会这么写呢？而且你们把我写成这样，为什么要来让我参赛？谁会选我？我铁定不会选张翰选你，选了你，因为他那是个扶贫项目啊。张翰选你了，张翰从心里选的呀。张翰选你，张翰，真的要吃个。你看，说不下去了吧？我跟你说，张翰，你选吴昕就对了。现在网上有一种评论，就看这个人心地好不好，不要看他对娜娜、对何炅、对佳佳的态度，要看他对吴昕的态度。看你这么说，又是个扶贫项目，越说越像。因为觉得对吴昕好的人就是那种善良的人，你知道吗？啊，所以你现在是谁引领了这个证？你现在觉得，如果只能在娜娜和吴昕当中选择一个旅伴，你会选谁？我选欣欣，但是我有一个理由，为什么不选娜姐？嗯，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带娜姐去旅行，还要带另外一个人，就花的钱更多了。不，我单独去，我肯定是单独去，我不会给别人添那个任何的那个多余的费用，我自己都。你是说杰哥是多余的吗？我就听不下去了。不是，张杰对你那么好。我不是说，你还说你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好，接下来这一位显然没有坐在台上，哎，也可能翻过来是佳佳耶。佳佳有着少女心，喜欢抢着买单，又自由散漫。我代表月亮，送给你们。真的。好，那么到底第三位是谁呢？就是我，而且。不管翻出来是谁，我们都要把他请出来，好不好？掌声欢迎许晴。好，来，我们掌声给许晴，欢迎许晴。欢迎哇。佳佳，我是许晴。我先给一个礼物给我今晚的男神和我永远男神囧，好，生日快乐！哦，谢谢。下面许晴要在景宝和小池当中选择一个今天的旅伴。我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汉真的是一心一意选的我，因为我在后面看到了。对。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你还抢？没有，那我替欣欣送汉这个礼物，把这个礼物送给汉，因为汉正好我这个礼物准备呢，里面是我们第一季的时候我采的菩提子，然后还有我第二季里面一直用的 MP3， 因为我想世界有多美好，大世界人都会有抽离的那一下下，想去回到小世界，我想汉就去听一下。MP3 都是我喜欢的歌，那这个礼物我就替欣欣送给汉。不，你送的，不知道，我不懂事。对，欣欣姐自己送的，怎么那么感动啊？谢谢晴姐，哭了，你最懂我了。你怎么喊死我了？佳佳是不是说出你的心声？你想干的事我都想干，可以了吧？哇，哎，是送给汉的那个礼物的那个解释，这个、真的感动到我们了。是的，因为确实是一场旅行就会交几个朋友，我相信他们今天再见面，一定是想到了那段旅程当中的点点滴滴，所以那种话也会感动到我们。对，而且我觉得许晴说的特别对，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被纷扰的大世界，或者旁边的一些声音会干扰，甚至会打扰。但是有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回到自己的小世界，你才发现自己原来真的很美好。所以我们特别谢谢那个许晴。张翰有什么话要对这份礼物有什么想说的？其实今天说实话，我来这个地方呢，我是为花少来捧场的，因为我感谢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一档节目对于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观众去看了，他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重要的是，
像生活当中一样，我和这些姐姐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用心与心去交流。这个节目过去了，不管在播出的期间你们觉得我们中间是什么样，但是我来今天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好，就像家人一样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还有我觉得人的一生，人生就像旅行一样，我认为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原则就是我希望美好永远定格在那一瞬间，我不希望有一些其他的纷扰，我希望大家都好。世界有多美好，大世界，人都会有抽离的那一下下，想去回到小世界。我希望美好永远定格在那一瞬间。Baby, I'm done. I gott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It'll all be alright.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但是我觉得是也是用心的，尤其是无心准备的，我觉得一定。你就拿给他吧，你这是啥呀？哎呀，拿给他。我这个，我就是开玩笑的，我这个是个泡脚片儿。那这就是因为旅行很累嘛，然后你跟他说我送给你，深情的说我送给你，因为旅行很累嘛。然后那个多泡泡脚对身体好，感谢你加入爱心计划。放进去的，我似乎都闻到味儿了。哎，欣欣，你的那个爱心计划，心是那个无心的心，对吗？对，爱关爱计划。好，好，娜娜要送的是什么啊？我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手工的一个那个，你出去有时候装手机呢，容易掉嘛，出去，然后你手机可以放进来，然后那个旅行的时候有门卡，护照可以放在后面，然后就是护照有的时候也可以放进去。小的是杨洋吗？我以为又是张翰呢，是最后变成一个给张翰送礼物 PK 的环节，是杨洋吧？我是是杨洋，杨洋，你忘了你刚才在说他带你带着他，他带着谁领头的？每个人都在给张翰送，我以为杨洋，非常非常感谢你的跑票，非常非常感谢你，你娜姐平常都是抢单，只是有的时候钱没带够。好吧，杨洋棒棒的。大家好，我们是颜值爆表组，好走。But I think that you and your girl should give me some of that. We stand. 来走。No no no， 我想静静。好，欢迎各位来到我想静静。他们那队叫什么队？欢迎颜值爆表队。你们叫什么队？因为我国际友人，我们叫国际青年队。哇，国际青年 ，International Young， International。好，那今天呢，我想静静这个环节呢，其实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所有节目都在热闹，都在喧嚣的时候，我们在我想静静这个单元，希望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公益的环保的概念，有声的减少噪音，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的宁静，更加的美好。好，两队请就位。我想静静九宫格对抗规则，两队轮流挑选和挑战九宫格中的项目，挑战成功该格亮起本队颜色，挑战失败则亮起对方队伍颜色，先连成三点一线的队伍获胜。本场的九个项目分别是：跳远、大呼啦圈、过独木桥、吃面、切包菜、大自行车过障碍、小呼啦圈、小自行车过障碍、购物车。
经过石头剪刀布，颜值爆表队赢得了优先选择权。战术考量后，颜值爆表队将第一轮挑战权让给国际青年队。好，他们先来。面对未知的挑战难度，他们能否成功试水，抢先赢得一分呢？你们要选几个？我们选这个。选择了六。你知道吗？他挑这个的时候，他说：“我就想吃面，因为我饿了。”但是一看，真正的是60秒，60秒内要吃完一碗面，而且汤都得喝掉。重点是声音不能超过12格。好，谁来挑战？张翰。张翰，张翰，请就位。所有人戴上监听耳机。汉哥加油！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挑战，由国际青年队挑战。如果输了，我们的颜值爆表队将会赢得第一个赛点。对，好，来，预备，张翰挑战60秒内吃完一碗面，挑战开始。好可怜，没有，他就这样。其实他最后应该吃完那个，就把那个汤塞进去，来不及，他来不及拿进去，汤比救命的，汤救命，好惨，听起来。好，接下来由颜值爆表队来选择。小景，跳远吧。好，我们选跳远。按摩垫上跳远。很难吧这个，因为小景说的跳远 OK 啊，我就是轻轻的跳过去，然后也没有长短的限制，我就可以很轻啊。好，应该是我们国际青年队可以得到下一个赛点。对，不一定，这个是今天最难的一个。不一定，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因为小景说这个比较容易。死定了，不可能，这上面是气球啊。这关真的，这关真的是扯的。脱掉鞋子，从这个起点跳到那边那个起点。我来参加。好，杨洋上。能助跑吗？不可以。好，要试一试吗？不用试，好，来吧。太疼了。没有。好。第二个挑战，挑战开始。第二个赛点，可是如果我们失败的话，他们就直接成功了，三个。对，因为如果我们不挑这个的话，我们也许但是我觉得就是就这个 A 跟 B 来说，我觉得可能 B 的难度更大一点。不一定，不一定，
A 跟 B 不一定。我觉得还不如切包菜呢，重新弄一个，因为他们也不一定成功啊。这个，五吧，切包菜吧。好啊 ，OK。Cut vegetable。Cut vegetable。好，切包菜。国际青年队选择了40秒内把包菜切成两半。我们国际青年队要派谁来出战？维嘉，好，来，掌声给维嘉，加油！你要戴手套吗？好，现在是国际青年队的第二次挑战，他们已经失去了两个赛点，现在选择的是中间的五号。挑战开始。整你，真的比想象难。维嘉切下去第一刀，他就表情特别惊讶，对不对？太香了，不就是包菜吗？他怎么跟一个炸弹一样的响？你们来试试这，来，琴姐去试一下。笑死我了，小心手啊，来。哦，是炖的啊？为什么？发飙了，看出来一定经常干活。发飙了，我们都戴着耳机呢。琴姐，你虽然切的是包菜，但是真的是我们的耳朵。我们是这么想的 ，OK。如果我们现在选择七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游戏就结束了。No， 七我觉得绝不可能。当然你可以试，你可以试。我们现在不管是七还是六，都结束了。是，还有九。一个人。对，都结束了。是在。怎么样？对，所以平静了。购物车，我们琴姐说购物车简单，但是我比较表示怀疑。那你说那个呼啦圈和购物车哪个比较难？呼啦圈和购物车，那还是呼啦圈难一点。哦，过独木桥啊！现在琴姐提出了一个，她要过独木桥，这个难，这个难，她还加个球。不是，是另外一个。哎，你们有什么建议吗？给他们？我们反正随便。购物车，好吧，我觉得购物车，购物车。超难的，那个噪音超大的。好，来，你们派谁上？景宝。好，来，景宝来了。这一轮挑战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赛点，现在是九号挑战，如果成功，则颜值爆表队获胜了。他们派出的是景柏然。60秒内取出3辆购物车，挑战开始。国际青年队拿到今天第一个赛点，这个秘诀其实很简单，从前面走。哦，这对哦，还有这段分享秘诀还是不要播吧，显得我们小姐缺点啥。好，谢谢。来，接下来到我们国际青年队来做选择了。我们没得选呢，必须是六和八呀。一届不言，他们成功了，我们这样，我们还有办法。好，选择了八。
佳佳你试一下吧，你要试吗？你试一下吧。好，佳佳加油。好，来。现在我们看到，来，好，下面正式开始挑战。池昌旭 ，Ready， Go。连接在一起啊，我们颜值爆表队接下来要进行下一轮的挑战了，你们要选哪个？他们到底会选六还是选七呢？反而就是一个心跳七。他们挑战了七。三人挑战是传递小号呼啦圈。这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次挑战，不管输赢，都决定今晚的成绩。如果赢了，整个队获得胜利；如果输了，就为对方获得了今晚的胜利。而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惩罚，这个惩罚将会让大家颜面尽失，所以千万不要输。我想静静今晚的关键挑战，60秒内三人手拉手传递小号呼啦圈，挑战开始。连线成功，恭喜我们的颜值爆表队。我们这一队吴昕有话要说啊，其实 我啥也没干，怎么就输了呢？为了弥补你的遗憾，你可以挑选任意一个项目试一下。这样你们三个来一个这个吧，你们这边来。好，来，接下来是国际青年队的加赛表演，挑战开始。佳佳，你自己看回放。佳佳，太丑了，卡在这儿的时候。我说佳佳，
看你之前热心出谋划策的样子，还真以为你是实力派的游戏黑马呢。就这个 A 跟 B 来说，我觉得可能 B 的难度更大一点。其实他最后应该吃完那个，把那个汤塞进去，来不及，他来不及滑进去。没想到，你可真是史上最强游戏黑洞啊！我说佳佳，你可要多多加油啊！看完让人捧腹大笑的《我想静静》，让我们马上进入全新游戏板块《狼来了》吧！史上最强厮杀战马上登场！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狼来了，我们的全新环节。那我们分成了两队啊。我们这边呢有我、娜娜、杨洋、景宝，还有我们的许晴。好，那边呢是有汉哥，然后有小池，还有佳佳，还有西西，还有我们的许晴。两队都参加，两队都玩，对，两队都玩。他是公共羊，他什么？公共就是就是自由放养的那个。他是最受欢迎的羊。最受欢迎的羊。狼来了，游戏规则：每一轮都有一只狼与五只羊共同加入游戏。每当羊圈里的羊说老狼老狼几点啦，老狼都要在一到五点钟挑选一个数字报出，小羊们听到这个数字就要向前走相应的步数。但是如果老狼说到开饭啦，小羊们就要用最快的速度跑回羊圈，如果不幸被老狼扯掉了尾巴，那小羊们则输掉一局。反之，如果老狼在开饭前小羊们就扯掉了老狼的尾巴，则小羊们获得了胜利。每轮三局，看老狼一共可以抓住几只小羊。第一轮的老狼是张翰，小羊们是何老师、娜娜、许晴、杨洋和景柏然。翰狼的表现到底如何呢？快来一起看看吧。开始。老狼老狼几点了？两点。老狼老狼几点了？一点。老狼老狼几点了？开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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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所有小羊都成功逃回了羊圈。汉狼，你可要加油了！准备啊，汉哥来，预备，开始。老狼，老狼，几点了？三点。老狼，老狼，几点了？两点。老狼老狼几点了？三步。开饭了。快跑，开饭了，快跑。只要羊没回来都可以抓，都可以抓，都可以抓。还是没能逃脱张翰的攻击，汉狼总算抓住了一只小羊。第三局就是决胜局，张翰你可要加油了。老狼老狼几点了？两点。老狼老狼几点了？两点。
老狼，老狼，几点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啊？你粘了墙，羊身上粘了墙，墙身上带了羊，到底是羊还是墙？哎，我的怎么没了？为什么？哈哈，第三轮旱狼终于爆发了，扯掉了三个羊尾巴，而这时何老师却发出了惊天疑问：哎，我的怎么没了？为什么？何老师的尾巴到底去哪儿了？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小编翻阅各种资料，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时间回到开饭前，何老师一马当先坐上了山巅，却不料尾巴被井柏然打到了山谷。后来旱狼在与羊羊的争抢中发现了这只散落的羊尾，一把揽入怀中，在厮打之余还能眼疾手快，不得不说旱狼还是棒棒的。第一轮张翰以抓住四只羊尾的成绩收官，游戏进入第二轮。在本轮中，井柏然是狼，小羊分别是张翰、池昌旭、许晴、维嘉、吴昕。看过了旱狼、井狼的表现又会怎样呢？快来一起看看吧。对，开始。老狼，老狼，几点了？三点了。Three。老狼，老狼，几点了？一点了。One。老狼，老狼，几点了？开饭了。许晴在调戏狼。羊在调戏狼。不作死就不会死。可怜的晴姐，谁让你去挑衅井柏然，还是被抓住了吧。井柏然第一次当狼就成功捉住一只羊，接下来的表现又会怎样呢？第二轮预备开始。老狼，老狼，几点了？三点了。 Three。一点了。 One 真的是一步，你这跃的太……张翰很聪明，他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跳过来，他直接蹲在那个最高的墙上，然后……这轮张翰竟然扯掉了老狼的尾巴，井宝输掉一局，游戏只剩下最后一轮，井宝你可要加油了。老狼，老狼，几点了？四点了。Four。一点了。 One。 老狼，老狼，几点了？快发达，快发达。维嘉救了许晴，是不是？
韩队，小池你不能撕了啊。留下了一只鞋，是谁的鞋？三轮过后，锦囊竟然只抓住了一只羊，小编只能说，锦宝在成为老狼的道路上，你可要多多加油了。哎，我有一个主意啊，我们让那个小池当一回狼，然后我们所有人来当羊，好不好？可以吧？再玩一会儿，好不好？好吧。开始，老狼老狼几点了？问。老狼老狼几点了 ？Two。老狼老狼几点了？快跑啦！快跑啦！快跑啦！晴姐，逃命的过程中还是要守住自己的尾巴，要不然面对这般风驰电掣的追赶，可是非常危险的呀。游戏进入最后一局，这轮池狼还能保持上一轮的成绩吗？快让我们一起看看吧。预备，开始。老狼，老狼几点了？继续。两点。老狼，老狼几点了？谢谢。三点。老狼老狼几点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许晴跟娜娜呀，娜娜你什么时候被淘汰的？什么？我跑回来了，他抓着我尾巴了，吓走了。看来池昌旭果然厉害，两局都让小羊们神不知鬼不觉就丢掉了尾巴。三轮过后，张翰抓住的小羊最多，所以本轮游戏张翰队获胜，而输的队则要接受残酷的惩罚——枕头大战。预备，开始。喜欢比较纯真懂事又很小女孩，这个礼物我就替星星送给看。抓到了，
您下期看点。帅弟弟们没看够，下周继续保眼福。私下寝室生活遭曝光。你们是后来一直都是分头睡的吗？没有没有，你还挺不乐意的。这是一个满口东北大碴子味儿的这样的一个。行。爆料是吧？爆一个，爆一个。他就是一个。哎呀！哇哇！哎呦哇！哎呦哇！哎呦！金宝现在像一个美人鱼。花少姐姐来战场。太好了，金宝现在是一直在这装斯文的，不是谁都有情绪。你不知道的花少姐弟，他们竟是卧底黑洞。你觉得谁是卧底？我是卧底啊。我也觉得我是。不许说我，我有过，你有吗？我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漂亮，我投谢娜。强总统，谢娜拿了卧底，还要搅乱这个局。这卧底这个游戏很久没玩，被赋予了新的一种含义。你不知道的花少姐姐，他们都是女汉子。小爽过去了，现在就是郑爽和杨洋。我想静静和二正面交锋。阿明姐在这边啊。我想静，我们就是静静。你别惹了静静，以后他取消你们的冠名权。你不准想我。冠名之争，花落谁家？我觉得海涛放在前面可能会出师不利，放在后面晚节不保，放在中间可能会夭折。挑战难度新极限。好难啊！由无形收官。下周六晚，世界那么大，花少姐弟团带你玩透透。好，谢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我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花儿与少年》第二季，也多多支持我们池昌旭所有的作品。也谢谢张翰。谢谢，谢谢。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资源无归有洗头水和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看看快乐大本营。记得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你就有机会来现场看节目。谢谢。再见。